The Xiamen University Philippine Alumni Association held a celebration of its 64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new officers induction ceremony. 厦门大学菲律宾校友会举行庆祝成立64周年暨第28届职员就职典礼。2023年10月15号晚，厦门大学菲律宾校友会假作世纪海鲜酒家隆重举行，庆祝成立64周年暨第28届职员就职典礼，非华友好团体嘉宾代表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荣誉会长施书豪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他表示64年来，厦门大学菲律宾校友会在历届老校友及邵建银老前辈领导下筚路蓝缕，历经坎坷，直到如今新老校友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相信在新届会长曾家龙的带领下，全体校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再展宏图，另谱新篇。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副理事长詹新立担任揭示员，颁发会印及会长牌与新届会长曾家龙并训诲，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王志兰受会旗与新届执行副会长陈坤良、各位副会长和秘书长。新届会长曾家龙在致辞中表示，自己承蒙大家的抬爱与信任，推选接任第28届会长，诚惶诚恐之余，又深感全体校友重托与期望，唯有义不容辞接受使命，希望各位前辈校友多加辅助与执教，全体校友积极支持和帮助，同心协力，团结奋进，为校友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教育参赞熊胜，马尼拉市副市长 U. Sever Nierdo， 非华商联总会副理事长洪建雄，非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友宁，菲律宾中国商会副会长潘怡福，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张昭和，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张怀义，兄弟校友会代表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永远名誉会长方平教授先后致辞。期间，厦门大学校友会向菲律宾校友会捐赠服务纪念牌和纪念册，菲律宾校友会颁赠感谢状于前辈校友，并致赠纪念牌于荣誉会长。随后，该会与马尼拉市政府以及各庆贺团互赠纪念品。执行副会长陈坤良致谢词，副会长江耀东介绍主宾席宾主，秘书长洪建章担任大会司仪。典礼仪式之后，进行了聚餐、祝酒、抽奖以及文艺节目表演。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